今天一定要跟你对视，为阮师尊报仇啦！花椒。人生无数定的羞辱，人生王者之路特色绝招，人冲冲，气昂昂，人生速飞天报仇路。辛苦兵力，我是金毛换太用。性命不敢待，一家爱提心用，一家也爱温馨提防在旁边，我是淡淡的小文君。师弟啊，用春林一百招，这是为永久，你该死啦！第一招，一百冬天，无爱无有破灭，忘记永定，一忘记烟，又忘记爱。Oh my God！圣殿真是见笑，这无什么好见笑啦。就算是我已经训练十二招，嘛不一定拍赢迄颗啊。你只用六招，哪有可能胜？而且你将这六招训练得真好，已经袂歹咯。等你将伤治好，我再教你其他几招。真是了哦。嗯，等你有心，咱再去挑战四飞天。好，我一定好啊！恁，行吧。
王者之路的连串之招你都教我了，但是不知我为你教什么程度。这嘛无事嘛不知，不如孙爷你陪我试看看，咱就点到为止好不好？好啊。小凡真是小有用，互相比试，相同的剑招，相同的灵魂，王者之路在两人的手上，威力尽显露。王者之路十七灵魂，哈！王者之路十七灵魂。十色灵魂之出，修不用也神一用。不用啊！不用你无事吧？哎呦喂啊！哦，这真哩真痛！这是孙爷你较厉害，我有缘打赢你，对你袂着，我永远拢输你啦！卖伤心啦！当初我伫恁的时阵，嘛拄着真侪困难。你现在已经真厉害了，只是只是什么？你在招式连贯上也无什么顺，你搁几连几工啊？连卡顺就算了，到时阵咱就去找苏飞天报仇。好，兄弟同心，纪律断金，等我来练好哦。咱就来去将苏飞天该弄到何伊地龙身家，凄惨会为，为啥要报仇？